合肥飞北洋111年土，吹通行泥做通行泥，只有得飞。辅助为方作命，今不夜秋夕突然亮谈，新福通关银也三米起工作，办法奖励金。伊们讲未来接接去拜访，去奖励鼓励大家对神佛杜康爱多多贡献，延续传承。哈维菲辅助为反中命来颁发奖励金本两坛气功所，其中来推表两奖，行人大概骑体六三个两坛气，也按当年来大帮行人游山环境吹通同一错，啲气功所讲下话基本冇问题。哎呀，要较方便的好啦，唔系讲冇办法沟通，大家很讲哈，要推广个课语哈。因为客家人啊是当欢喜啊。这次的一个得奖，我们可以得到一个优等哈，是对于我们人文课哈，以及我们整个在推公所在推动课余的这一个业务上哈，我们是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肯定啦。哈维菲大鹏许多公所拜访韩国颁发奖励金，除提做地鼓励各地的公所，奖励金还做地补助地方机关继续推动发展客家事务。做到当好，得到优等哈。有奖金有100万哈，我想你也做得本气功所就要吹台啊，就讲让帮伊发展行业个同行哈。哈维菲辅助为范总妹妹讲，1807年汉人系同行业设施过后，保障汉人系同行业天气的民众，伫政府机关做得用合法来沟通冇问题。希望大鹏案内促进共享两份来讲下，系平时生活嘅一部分。客家新闻罗他突然报道。